口哨声响，我们一起玩起来吧。家长和宝宝背对背站立，家长将球举过头顶传给宝宝，宝宝再将球从胯下传给家长，计时一分三十秒，传球个数多的家庭就是获胜者。加油呀宝宝，球来咯，爸爸妈妈把球传过来了，赶紧接住，不要让他跑走咯，坚持坚持，每个宝宝都是棒棒的。第二组闪亮登场，接到妈妈传来的球真是太开心啦，小眼神看好咯，球传过来啦，哎呦呦，考验家长们腰部力量的时候到了，小心不要闪到腰咯，球掉了没关系，捡起来继续。快看爸爸妈妈和宝宝们的配合多默契呀，数一数你和爸爸妈妈一共传了多少球呢？宝贝，双手拍双球接力赛第一组出场了，宝宝们双手拍双球从起点出发，绕障碍桶 S 型移动，绕完所有障碍后抱球直线跑回起点，将球传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重复宝宝刚才的动作，双手拍双球有难度，妈妈还需要和宝宝一起多多练习排球技巧呀。现在出场的是双手拍双球接力赛第二组，宝贝们出发了，看着架势个个都是高手，赛场上的宝贝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进，这个爸爸
可不一般，有速度，有技巧，他就是宝贝的榜样。加油，宝贝，胜利就在前方。最后出场的是双手拍双球第三组，这一组实力旗鼓相当，整体都不错哟。抱稳，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去交给妈妈。妈妈们，球到了你们手上，怎么就不听话了呢？没关系，捡起来继续。还是咱们宝宝厉害，这可离不开平时刻苦的练习呀。Yes. 第一组宝宝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了，宝宝们很熟悉游戏规则，抱着娃娃向前奔跑，牵着妈妈的手一起跑，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爸爸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张开双臂，拥抱宝宝和妈妈了，一家人开心的游戏，体验亲情陪伴的美好时光。第二组宝宝和爸爸妈妈登场了，虽然每个宝宝的体能和表现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用自己的行动给予孩子鼓励与支持，让宝宝们感受到来自爸爸妈妈身上的力量，给所有的爸爸妈妈点个赞。4到5岁组第一组游戏里，
可宝宝的篮子空空的，一直在认真努力接球。不过没关系呀，球虽然没接到，但是快乐不比别人少。4到5岁组的第四组妈妈和宝宝玩游戏了，妈妈扔沙包时不时转过头关注宝宝，宝宝们可忙了，一会儿向前跑，一会儿往后退，有时头也能撞进一个，别提多幸运了。宝宝看到飞过来的沙包，迅速移动位置，尽自己的全力去接沙包。虽然有的宝宝只接到几个沙包，但与快乐的游戏相比，接到多少沙包已经不重要了。采用什么方法？一家人的协作默契最重要。最后是我们的集体游戏幸福传递。每天爸爸妈妈都很忙，总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事情等待他们去处理。宝宝们多渴望爸爸妈妈能够有时间全身心地陪陪自己，很庆幸有这样一个时间，爸爸妈妈能抛开所有事儿，放下手机，全心全意陪宝宝游戏，一张张笑脸给了爸爸无限的动力。用心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做个不缺席孩子童年的父母，将这份幸福美好传递下去。本节目由为成长护航的干尸果泥冠名播出。每个家庭都棒棒的。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我们的游戏开始了。毛毛虫钻洞洞，钻完洞洞向前冲，这个游戏开始了。宝贝从起点单手抱着球，匍匐钻过家长用身体搭建的山洞，然后拍球绕过三个锥桶，保球绕过终点的锥桶，跑回起点，再开始下一次游戏。每组游戏计时一分半，完成数量最多的家庭获胜。这个游戏对于爸爸妈妈和宝贝们来说肯定有不小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办法克服种种困难。不信你瞧，宝贝们自信地钻过山洞，运球前进，帅气的动作一气呵成。这个游戏不仅能促进宝贝们的大肌肉发展，还能锻炼宝贝们手眼以及四肢的协调性。尽管爸爸妈妈已经很累了，但是他们对宝贝的鼓励声从未停过，此刻他们的爱化为了呐喊与鼓掌。宝贝们在爸爸妈妈的激励下越挫越勇，速度也越来越快，全都向着终点前进。看到爸爸妈妈用身体搭建的山洞，仿佛在为宝宝们挡住人生道路上的风雨。用心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感谢爸爸妈妈们的陪伴，给你们点个赞。孩子们最爱的小黄车上场了，这个游戏叫做自行车接力赛。游戏开始后，家长和宝贝接力骑行儿童自行车。孩子从起点出发，骑自行车到终点，绕过锥桶骑回到起点，把自行车交给家长，家长同样骑行一圈，再回到起点把车交给宝贝。在规定时间内，接力往返次数最多的家庭进入决赛。炎热的天气也无法阻挡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爸爸妈妈可得给宝贝们做好榜样哟，同时也用自己的行动给予宝贝鼓励与支持，让宝贝们感受到来自爸爸妈妈身上的力量。宝贝们也要给爸爸妈妈们加油啊！
相对于孩子们的轻松，规模小的小黄车可是难倒了不少的家长。你瞧，七号爸爸使出了浑身力量，尽管很困难，但是爸爸妈妈依旧努力着，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们，只要不放弃，成功一定属于我们。加油，加油，加油！相信你们可以的。我们的决赛开始了，这个游戏叫做躲避球。游戏开始后，家长每人一个瑜伽球，站在指定位置，家长将瑜伽球抛下，接住的过程中，宝贝要在瑜伽球弹起的瞬间顺利通过，即为躲避成功。在规定时间内，成功躲避次数最多的家庭获胜。这个游戏不仅要求两个人配合默契，同时对爸爸妈妈的体力也是不小的考验哟。大家加油。爸爸妈妈点赞，你们是今天最美的风景。真正的挑战现在开始，闯关大作战第一关，赶小球。游戏规则：爸爸和宝贝各拿一根空气棒，站在起点准备。比赛开始，爸爸和宝贝分别用空气棒接力赶小球，在规定时间内比一比哪组家庭往返次数最多。瞧，我的爸爸多厉害，让我来学一学。咦，小球怎么不听话？不过这也难不倒我，看我的！哇，小球，你要去哪里？快点回来！爸爸快看，我是不是超厉害？哼，我的爸爸更棒，
你瞧，爸爸加油，爸爸好棒。真的好难呀。不过，我可不是这么容易放弃的宝宝。妈妈等我，我来了。这一组的宝贝们真厉害呀。小球在他们的控制下好像变得更听话了。我的小球好像发脾气了，怎么不动啊？呀，你别跑呀，快回来，快回来。哎呀，爸爸们，你们倒是快点呀，我们都替你们着急了。加油加油，冲呀冲呀，小球快跑，小球快跑。爸爸们的竞争也很激烈呢。你看我的爸爸像不像超人？我好崇拜他呀。我好像找到赶小球的诀窍了。呀，看来这一组的爸爸们都很厉害。现在我可算是知道为什么宝贝们也这么强了，原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呀。加油，胜利就在眼前了。我敢，我敢，我敢敢敢。加油加油加油，看来这一组的爸爸妈妈和宝贝们都很稳重呀。快看，妈妈们棒不棒呀？哎呀，还好我的眼睛盯着小球，可不能搞错了。哇，他真棒呀，我也要加油。哎，小球，你去哪里？冲呀冲呀，我们是最棒的。闯
奔跑吧，爸爸妈妈们。乐传鸡毛剑游戏开始了，宝宝们头顶鸡毛剑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鸡毛剑顺利来到爸爸的手中，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爸爸们提起剑子也毫不含糊。加油加油，爸爸们，宝宝和妈妈们都在为你们加油呐喊。完成任务的爸爸们轻松抱起宝宝，健步如飞地重回起点。宝宝们再次出发，稳住稳住，妈妈就在前方。接下来轮到妈妈们表演了，加油啊妈妈们，站在你们身后的爸爸和宝宝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哇，一号妈妈已经率先完成了游戏，第二组游戏开始，爸爸妈妈都在为宝宝们加油助威。十号家庭组已经率先完成交接，爸爸们加油加油。这一组的爸爸们好像有些手忙脚乱，脚尖上的鸡毛剑似乎有些不听使唤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为宝宝们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样作用。哇，十号爸爸太快了，爸爸们加油加油。十号宝宝已经再次出发奔向妈妈，稳住稳住，十号家庭已经遥遥领先，不过其他家庭也在奋力追赶，可不能掉以轻心哦。宝宝们稳住，加油加油，妈妈就在前方。哇，十号家庭的妈妈已经回到了起点，加油加油，向前冲，加油加油。这一组宝宝们令人惊叹，速度太快了。十六号宝宝认真的表情惹得妈妈开心不已。咦，掉了，一二一，又掉了。十九号爸爸这娴熟的踢毽姿势一看就是一位踢毽高手，其他爸爸压力不小呀。十九号爸爸帅气的抱着宝宝往回走了，大家加油。咦，快看十七号爸爸，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踢毽方法，双脚都忙活了起来，惹得妈妈笑弯了腰。哎呀，眼看踢完了，粗心的爸爸又把毽子给忘了，赶快捡起来。游戏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正式拉开帷幕，看妈妈们正淡定地从篮子里取球装进宝宝的背篓里，宝宝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奔向爸爸了。瞧，二十八号宝宝已率先和爸爸会合，后面的宝宝们要加油啊。我们的二十六号宝宝在其他几组已率先到达的情况下仍然从容淡定地奔向自己的爸爸。到了到了，宝宝终于到了，轮到爸爸加油了。踩高跷是有趣的民间游戏，主要锻炼宝宝的平衡能力。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我们也共同感受到了传统游戏的乐趣。现在宝宝们已再次返程，加油吧孩子们，奔向你们的爸爸。在吸取第一组家庭经验后，第二组的妈妈们明显加快了速度。嘚，小球跳出来了，宝宝们抓紧时间向前冲吧，妈妈正在为你们呐喊助威。宝宝们已经来到爸爸身边，接下来就拼爸爸们取球的实力了，加油吧爸爸们。宝宝们已经开始奔向返程的路途，三十五号的妈妈已经手拿小球开始等待了。宝宝们拉紧你的高跷绳，加油向前冲。第三组的宝宝和妈妈在吸取前两组家庭经验后感觉更加默契了，宝宝抓住你的高跷绳稳步向前。哇，这组宝宝的实力不容小觑，此时的高跷摇身一变成为风火轮急速前进，爸爸也是眼疾手快呀，加油加油。宝宝们返程了返程了，妈妈正在为你们拍掌助威呐喊，加油加油。接力跳房，
37、38号家庭并没有受到影响，保持着他们的节奏。亲子游戏更重要的是一起体会游戏过程中带来的快乐和这份满足感。请享受吧。哨声响起，爸爸们滚着铁环像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现在铁环来到了宝宝们的手中，对于宝宝们来说，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加油，虽然有些吃力，但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宝宝们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妈妈们也是不甘示弱的，加油加油。滚铁环有助于提高人体平衡性、肢体的协调性以及眼力，可以提高四肢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亲子陪伴中可以增进父母与宝宝的感情，让宝宝享受运动的快乐。第二组比赛开始，三位爸爸滚着铁环像风一般率先冲了出去，加油加油。现在铁环来到宝宝的手中，作为本组唯一的女宝宝，56号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男宝宝们加油了。滚铁环承载着爸爸妈妈童年的美好记忆，此刻我们和宝宝一起再次回到童年，享受着童年时光的民间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加油加油，爸爸妈妈，宝宝们加油加油。宝宝们的动作越来越熟练，加油加油，铁环冲冲冲，集中力量。随着哨声响起，耕地第一组的宝宝与爸爸妈妈已经开始游戏了。小朋友们在前面拉着耕地的犁绳，爸爸妈妈在后面手扶着犁，努力地向前跑。别说，虽然第一组的宝宝与爸爸妈妈在游戏规则还不是太熟悉，但是却有模有样的进行着。你看，第一组的宝宝和爸爸正在努力地奔跑着，相信他们的土地一定会耕得特别的松软。好，我们的二号妈妈和我们二号的宝宝也特别棒，请大家继续加油，请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我们17号家庭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第一的位置，其他组的家庭也不甘落后，奋力地追赶着。别看我们的宝宝年龄小，其实个个都是耕地的小能手。好，我们15号的宝宝来，好，对对对，非常好，来，15号的爸爸来，跑起来。好，我们18号的小朋友加油，18号的爸爸加油，大家继续用力地跑起来，相信今天我们都是最棒的。现在看到的是第五组的宝宝和爸爸妈妈们，他们总结了前几组的游戏经验，相信他们已经对我们的规则和玩法已经了如指掌，期待你们的好成绩。我们29号的爸爸和我们29号的宝宝动作非常标准，请继续加油，
请我们所有的家长和我们的宝宝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地耕起来。我们28号的宝宝和我们28号的妈妈加油，快快快，加快速度跑起来。27号的爸爸和我们27号的宝宝，25号的宝宝和我们25号的爸爸也特别棒哦，请继续加油。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插秧的活动现场，爸爸妈妈抱着宝宝，宝宝双腿夹住爸爸妈妈的腰间，手拿秧苗跑向终点，插上秧苗。这个游戏非常考验爸爸妈妈的臂力和体力。你看，7号宝宝一定是体验到和爸爸一起游戏带来的快乐，你看他们笑得多么的开心。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抱好我们的宝宝，用力地跑起来。家长们加油加油，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好，我们5号妈妈也特别棒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施肥的活动现场，宝宝们挑着肥料从起点跑到终点，绕过秧苗地再回到起点与爸爸妈妈击掌。爸爸妈妈挑着肥料从起点跑到终点，绕过秧苗地再回到起点与宝宝击掌，游戏依次进行。看着我们场上的宝宝们，虽然年纪小，但是挑着肥料却是有模有样。请我们场上的爸爸妈妈们给我们的宝贝加油打气，我们爸爸们也要用力地跑起来，请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们的秧苗进行施肥。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除草的活动现场，游戏开始，宝宝绕障碍物，再跨越过栏杆，爬过地垫，到秧苗地除草，在原路返回到起点与家长击掌接力出发。这个游戏锻炼了宝宝们的跑、跨、爬等综合能力，在游戏中我们要互相配合，互相加油鼓励。请我们全场的宝宝们给我们的家长加油。我们的37号宝宝爬过地垫到达我们的秧苗地，成功的拔草成功。我们42号小朋友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的秧苗地，40号小朋友也成功给秧苗拔草。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宝宝们加油。看，我们的46号宝宝认真地跳过跨栏，爬过地垫，到达了我们的秧苗地，成功地给我们的秧苗拔草，开心地交给了我们的爸爸，对着我们的爸爸说，你可以出发了。同样，我们的48号宝宝也不甘示弱，爬过我们的地垫，也成功地到达了我们的秧苗地。请我们所有的宝宝给我们的爸爸们加油，我们所有的宝宝们都要用力地跑起来，爬起来。现在进行的是除草的第三组，口哨声响，我们的宝宝成功地到达了我们的秧苗地，拔草成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们的起点，与我们的家长击掌。我们的宝宝在家长的鼓励下，速度是越来越快。同样，我们的爸爸们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请大家继续加油，拔草成功，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们的起点。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宝贝们加油助威，请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灌溉的活动现场，哨声响起过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宝宝以最快的速度从起点抬着我们的水桶到达我们的终点秧苗地，把水放在了我们的秧苗地里，再抬着我们的水桶回到起点，游戏依次进行。我们活动现场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宝宝都以最快的速度给自己的秧苗地送水，最后我们将来看哪一组家庭的送水最多，请大家保持体力继续的跑起来。我们的44号和41号成功的给自己的秧苗地送水，家人们继续加油，大家继续用力的跑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丰收的活动现场，宝宝和爸爸妈妈接力用小车运送食物，体验丰收带来的喜悦。小朋友们推好小推车，装好我们的食物，用力地跑起来。好，请我们所有的家长给我们的宝宝们加油鼓励。好，我们60号的宝宝推着我们的小推车，拿好我们的食物，请大家继续加油。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速度也非常的快，52号小朋友也已经拿到我们的食物。